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哥。今天我们依旧来看典藏皮肤的 3D 视角，今天主要看这个孙悟空典藏皮肤的 3D 视角，就是这个全息碎影啊。这款皮肤的话比较花哨啊，我们来看它的 3D 视角。其实上这款皮肤的手感并不怎么好啊，还不如大圣取经好啊。啊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看 3D 视角吧。好，这就是孙悟空全息碎影的 3D 视角啊，大家看一下这个脸型怎么样？就眼睛那一圈红红的，对吧？然后有点像超级赛亚人。好，我们等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个尾巴，背面。背面的话是那个背包有三个球，尾巴细细的。好，我们等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个待机动作。它的待机动作就是感觉是在打曲棍球一样，是吧？放个球在这边，然后打。金箍棒变成水果管子了。想去远方的山川，想去海边看海鸥，不管风雨有多小，有你就足够。喜欢看你的嘴角，喜欢看你的眉梢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回城视角，感觉这款皮肤的回城特效实在是太没什么，没什么感觉哈，就是人装在地板上，然后一个金猴子穿出来，就这么结束了啊，感觉很对不起那个典藏皮肤的称号。小伙伴，你们觉得孙悟空的这款典藏皮肤3D视角如何？欢迎大家在评论留言。Shut down!